哎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观看树的研究为您呈现的实验视频。给大家来测试一下这个柠檬 star 是怎么样的，我给它点着哦。看一下效果，烟还好吧，都有烟，然后火花不是很多，小火花。然后呢，这个是之前点过的，你看这个炭灰，灰其实还行，你看，还好，然后闻了一下也没有什么异味，但是因为这个是，外贸尾货，所以呢，它这个，我看一下质量哦。你看它红的稍微比较慢，没有像我那个甜甜圈一样红的那么快。但是闻了一下没什么异味，综合来说还行吧。如果大家要抽的话，最好就是，把这些烧红，把黑色的地方全部烧红，然后再吹一吹就 OK，基本上就 OK 了。现在基本上就可以使用了，好，感谢大家观看啊，哦！等一下还有两三个碳给大家测试一下。